佳琪兄，等你多时了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此乃李白唯一真迹，笔画一收一放，收天下于一指豪迈呀。 嗯，6万大洋，一掷千金呐！这钱财在北平城也能换得500座院子。<笑>佳琪兄挽绝技墨宝于水火之中，实乃大家也。<笑>大家，大家，大家呀！继续欣赏。天赋自创。 水长，物象千万，非有老比，青壮何穷？非有老比，青。